我今天做事感觉人有点不舒服，我这头发也还准备洗了，我来洗个头。你今晚想吃啥子嘛？随便炒点素菜嘛，炒点素菜就可以了。我把团团回去了，你得行不？得行，你们两个回去嘛。好吧。妹儿想吃啥子哦？我去在超市里去给她买个回来。听妹儿在洗头，她说炒点素菜就可以了。哦，那素菜我来买给你。姐，你们在吃饭啦？是吗？听妹儿一天没胃口啊，我们今天准备给她煮一个。素菜呀，晓得喜欢不？冯弟他看了这图，他就是想吃素菜。我们家这里全素菜。那肯定他喜欢。你莫看起，现在怀个娃娃都辛苦哦。你30几岁的人了，你自己又有担当，晓不得？反正那房租交你们就在老家噻，老家你们不是种野菜吗？啊。是噻，你们要是舒服。老家怎么样了？是啊。他就是想在老家空闲下去。反正过了3个月就好些了。小楚，嗯，好吃不？好吃，哟，你们来一口嘛。你吃，你吃哈。来口嘛。你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哟，嗯，我就忘了。你今晚和一起的？嗯，不可能。真的？你怎么就回去？在下面洗头。你两个在里面搞啥子？10天油哦，妈妈来的，快放下。你把那整脏了，你大都懒得洗不？把叠哈。你看那几兄弟又在那耍了，团团现在是我们家里的团宠了。我还有个妹妹，还有个妹妹吗？那我弟弟呢？你弟弟就是弟弟好。高兴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看到我弟弟说有，他一天没有作业，我一天还有写字。他们找你这么说了，他爷爷读书了，晓得不？我们小杨总现在非常羡慕团团的现在的生活哈，因为他做作业非常的苦难。两个姐姐现在在炒菜了，我要去接她了。哎，等他们有，我们也来一趟，来团团也去接她舅妈吗？春儿，我觉得你好幸福，两个姐姐亲自下厨炒你喜欢吃的菜。真的吗？哎，那辛苦他们了，等我回去看看。耶，大姐，二姐，你们在做饭吗？辛苦了，全熟。可以，我就喜欢吃素菜。啊，我就喜欢吃素菜。就是咱说你要吃素菜，就全熟，咋样嘛？可以，人家说夏天愿意做厨房都是真爱哦。必须的，你是公爱。我这怀孕孕待遇真好，两个姐姐轻松下厨，两个做饭。家里他们还不怕热。哎，二姐，你好喜欢的三餐嘛，我也来给你做顿饭。咋喽？下辈子了，大姐换一个。哎，我不要了。也出去，你想出去啊？菜回来也要出去。这都是我喜欢吃的。真的开的很。你一天少吃点的嘛？吃那么多大猪嘛？现在是不买吃了这么多盘盘。今天晚上吃多，吃2碗饭。太好吃了，知道出去走一圈，到处走。嗯，你回去每天那个人都让我，他吃啥子你就喊人都给你整，很快。